今天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之旅第四天，也是最后一天啦。今天我们要去 Glacier Point， 从高处远眺整个峡谷，再去爬一个 Panorama Trail 去看最后一个瀑布，再以 Tunnel View 作为收尾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。我们现在开到了花岗岩的山顶上，要来看 Glacier Point 冰河点。我们现在在优胜美地峡谷的制高点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昨天爬的瀑布，这里是 Vernal Falls， 然后这个是 Nevada Falls， 然后再往另一边我们可以看到 Half Dome。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少层肉。哇，层！在我们去爬下一个步道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吃午餐，今天吃火腿三明治。后面那个小屋叫做 Geology Hut， 它是用来介绍地形的演化史。我们现在走到了 Glacier Point 冰河点，那在这里除了可以看到这个 Half Dome 之外，这里还可以看到 Basket Dome， 然后这个是 North Dome。这里也可以看到 Upper Yosemite Falls 已经几乎没有水了。我们现在来走一个 Panorama Trail 全景步道，那沿路上都能从制高点看到峡谷的景色。那最终我们会到一个瀑布，叫做 Eloy Falls， 再折返回来这个 Glacier Point。
那如果你还有力气的话，你也可以一路走到谷底，会经过我们昨天看的 Vernal Falls 跟 Nevada Falls， 最后停留在 Happy Isle 那边。这个全景步道虽然平缓好走，但是沿路上没有什么遮阴，非常的晒。我们找到了一个观看意料的 Falls 很好的观景点，这瀑布非常的高，水量很大，但是在这个看瀑布的观景点非常的陡峭，要小心一点。我们刚刚走过的那条桥叫做 Panorama Trail Bridge。很可惜，我们现在正在瀑布的正上方，看不到瀑布本身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回程，回去 Glacier Point 去下一个景点。我们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景点啦，叫做 Tunnel View。 夕阳的时候来这里看峡谷非常的漂亮。那离我最近的这一颗是 El Capitan 酋长岩，往这边看一点是 Half Dome， 然后这个瀑布是 Bridal Veil Falls。
那我们就要在这里结束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四日游。这几天我们爬了非常多的步道，看了很多瀑布，还看了很多巨大的花岗岩，都非常壮观。但优胜美地绝对不仅于此，你也可以尝试在谷底骑脚踏车，去河里玩水，也可以来露营，甚至你可以挑战攀岩，是个非常多样化的国家公园，绝对绝对推荐大家要来玩玩看。那我们就下次旅程见。